我女儿上京去了。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。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。愿我母亲藏我的那日不蒙福。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。使我父亲甚欢喜的。愿那人受咒诅。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。愿他早晨听见哀声。想母听见呐喊，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，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，胎就时常重大，我为何出胎见劳苦劳碌愁苦？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？约翰福音16:33，我先读一遍，请弟兄姐妹然后试着背一遍。我将这些事情、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。我已经胜了世界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接转于传道书5:2，我请大家一起背一遍：你在神面前不可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。请大家起立。Yeah.
交通的困扰，各样的难处摆在我们面前。神，我们将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，因为你是丰富预备的神。我们是属你的名，也求你让我们懂得，无论我们是在路上，我们是在这里，我们是在外面，我们是在家中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来亲近你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。纵使是在哪里，神，我们都愿意时时刻刻的来仰望，来歌颂你。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自从听见的日子，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照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门。我们翻开《启示录》第二页。我们唱第一段和第四段。是他的父亲，是他的帮助，是他的依靠，你知道他心里面所需要的。求主耶稣基督按照你的美意，按照你的按照他在你面前的所需要的，求主你为他成就。主啊，我们正是要把他们母子三人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恳求耶稣基督你来成为他们的力量，
也成为他们的帮助，成为他们的依靠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有心想帮他，但是我们没有力量，只有主耶稣基督你是他最大的依靠和力量。求主保守他的身体，也保守他的心，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团聚，让他们在一起能够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好，别客气。这么多艰难的时刻都是你跟我一起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都是主在帮助你，上帝在帮助你，我都没有做什么。谢谢。好，慢走哈，那你就走了哈。好。谢谢。好，去吧，走吧。这个前几天吧，应该是前三天，收到了这个郭飞雄从监狱里寄过来的信，是10号的信，就说还没开始严管的那会儿，刚开始严管那会儿的信。他里面跟我说了一句，他就说过年之前呢，他说我应该是可以来探视他一次，就说如果你要是来看我的话，我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年呢。所以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一看他那会儿是已经跟我说了严管了嘛，就不许我见他，我去了一趟。白跑了，没有见到他。回来过了2天，收到这样的信，看到他那一句话，要觉得真是这一点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，见不着了。是。今年我们就不准备回家过年了，因为回家过年呢，火车票非常难买。这个回家呢，经济呢也是会增加很多费用。这个呢，所以我们就不准备过年了，不准备回家过年了。你们现在的生活费是怎么解决？三个人的生活费嘛，就是亲戚和朋友给我们一点资助。这个呢，所以我们是过得很简单的生活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个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还把我的这个银行账户给冻掉了。然后他为了扣取那个罚款的40000元，他还把我的钱强行的从那个上面已经划走了30000多。也就是说我现在生活真的是很那个很大的压力。以前的时候就是说那么朋友资助的一些钱，这么几万块钱，起码对我们来说暂时过日子应该还是能勉勉强强的过的。那么现在他们把我这个银行的上的钱给我强行取走了以后，并且把银行的账户给我取走以后，那我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差。所以今年过年就不打算回老家了，也就在这里。好像也不怎么发愁了。那个发愁的事情嘛，这叫发愁，愁也没有用啊。这个，然后起码所有的事情都往好处想，然后就是，应该是人活着，应该是人是就圣经里面说的嘛，小鸟上帝也要养活它，像人总不至于要饿死吧。我的呢？你刚不是黑我的？光的。那老师，你回老家吗？你回不回老家？我好想回。你想回吗？你多久没见到爸爸了？很久哎。你还记得爸爸样子吗？记得。说要说。记得。立马，你爸爸是什么样子？你跟艾老师说说你爸爸是个什么样子。不过我说不出来，不过我也是。戴眼镜没有？戴眼镜的。有没有点帅？有点。哎，你爸爸说，爸爸就会回来带你去湖北。你要离我，你就回来带我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好，你快来。到吗？到了，好。爸爸。哎，爸爸。哎。现在已经要快过年了。你快回来。你快回来带我去湖北好吗？哎，对，我好想你了。好想你的。
很久没回来了？是的。你要说爸爸你很久没回来。啊？哎，对，你说，爸爸。哎，爸爸。哎。我好想你了。哎，你快回来。你快回来。带你去哪里？带我去湖北。过年。过年。